各位大家好，有我星星啊，今晚炒个菜，同大家分享下炒咩菜？菜心用咩炒？甜梅菜炒菜心。嗱，呢个梅菜我上次做过俾大家睇介绍过啦，咁啊唔再多讲啦。嗱，呢啲梅菜咧就真系个用途就好广泛。啊，落少少油落去烧只镬。跟住呢个咩嚟噶？姜米，加埋啲菜心落去，生炒，等啲油烧熟晒啲菜心。我頭先啲姜米咧，其實都有少少鹽喺度嘅。咁啊，有少少鹽喺度咧，其實因為炒啊，佢都有少少底味。啊，當啲菜心包實曬油份之後，咁啊，加少少酒落，繼續炒啊！等啲酒揮發上嚟啲酒氣啊，係嘛？炒熟啲菜心啊！呢個時間，再落少少水落去，等啲水嘅蒸發，啊！炒咗啲菜心軟身之後，咁我哋而家。落埋啲梅菜，因為啲梅菜都好夠味啊！而家等梅菜嗰啲味，炒埋啲菜心嗰度，我之前做咗呢啲梅菜啊。嗰、那個用途好廣泛啊！啊，做個炆排骨啦，啊，做個撈肉餅啦，啊，做個炒菜啦，之前仲有蒸過個茄子嘅，啊，呢段時間。又俾翻少少水落去，等佢繼續用水嘅熱力逼入啲菜心嗰度，呢個餸菜咩都味都唔使落嘅，啊，可以講話一氣呵成，啊，炒咗啲菜心。軟身，咁而家就起得噶啦，啊！一個簡單好吃又送到飯的餸菜，咁就完成了，啊，這個就叫做梅菜炒菜心，啊，咁大家有機會咁啊，花少少時間落去整多少少梅菜啦。我都話呢啲梅菜個用途好廣泛噶啦，啊，咁我就吃飯先，啊，多謝大家收睇。